初中的时候有健身的想法，就是因为受到一个搓澡大哥的启发，是吗？对，因为大哥身材特别好，跟同学约着去洗澡，搓澡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大哥两个胸特别大，两个胸特别大，胸肌特别大，身材很壮。哇，大哥，我说你身材这么好，就是搓澡搓出来的吗？我也想来做一个。他说：“哎呦，小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是健身练的。”他说：“哎，你。”这么高个儿，你应该去健健身什么的。所以后来我胸练得特别大，就是因为大哥，他在我的脑子里种下了一个种子，健身只有推胸，我就每天去健身房动动动动，觉得胸特别大。后来，那我觉得他以后还可以做个兼职啊，对吧？这个比你在那健身游泳了解一下有用一些。曲线动人，你接着来看好不好？看冰箱，这个是啥呀？哦 ，pancake。应该地瓜饼、土豆饼什么的吧？地瓜饼、香干，我还以为是又是抹布、馒头，这好像是包子，大包子，包子应该是酸菜馅的啊。这又是酱是吧？对，这是应该是家里人自己做的鸡蛋酱，这应该是妈妈做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可以给安老师尝一点吗？谢谢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好像是骨头，家里人做的酱骨头。鸡蛋还有鸡蛋和香菇，朋友们，哇，怎么样？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